Hey guys, you're listening to Chinese Pod. This is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我是Jenny. Hey, I'm John, and we're continuing with a multi-part series about sales. 这个要 multi-part 吗? 像 Twilight. It's already part three. 哦，对，今天的第三集。 我们之前讲过什么, 怎么 qualify leads, 对吧? 对，还有什么客户的需求。 好，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 怎么样？什么引导一个客户是吗？真的吗？我不知道，我们赶快听一下吧。好，陈老师呀，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做销售有一段时间呢，然后对于就是确定可能说潜在的客户这样子，我现在还勉强能够把握，但是我现在遇到的最大的瓶颈就是说，一般来说我确定了客户，他说有这个购买能力，而且有这个需求，但是他们可能在一些比如说还在很犹豫，但是就是很难套出来他们到底在犹豫什么。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价格呀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是把这个案子给关掉这样子。其实这个问题是牵涉到我们下一节课要谈的内容，就是有关于如何把需求转化为就是你的那个销售订单，也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这个里面又会有很多的技巧，那让我现在可能不方便谈，因为这个谈的话可能又是一节课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可以重申的，就是你要学会倾听，你要学会用一些开放式的问题问清楚，判断客户到底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许我提醒你的可以是说，你在第一步的时候，也就是在确认需求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确认了他的需求。 因为在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可能对你提供给他的那个解决方案还不是特别满意。第二种可能性也许是价格上的可能性。那么如果你在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确认需求 qualify leads 这一步如果做得很好的情况下，那么后面这一步就会越来越省力。所以我说，对于销售来讲，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判断需求，判断他的购买力。 我感觉就是说，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在这两点上面有问题。嗯，好的，明白了，谢谢。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陈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客户，他可能是因为性格或者是什么原因，他的话特别少，就是你去引导他的时候呢，反应很少，那您觉得这种情况呢，是应该 放弃就是他可能判断他对这个产品不感兴趣，还是说继续的应该对他进行更多的引导？啊，你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了，因为经常是销售会碰到这样的人，就这个人特别特别的不爱说话，我们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然后呢，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销售就要变得比较主动一点了。 但是的话，无论怎么样的话呢，我感觉你还是要用各种的问题去试探他，记住还是要用开放式的问题，不要让他回答 yes or no， 因为这个是最忌讳的，因为有时候销售觉得，哎，这个人不死不活的，然后呢，就说感觉我好像也问不出来什么问题，对不对？那么，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销售要采用一些技巧，就怎么样跟他暖身。 我们所谓的暖身的技巧，那你就看，不一定非要去谈销售的问题，你可能看看这个人的背景情况。如果说这个人可能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然后突然说，哎，你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你那个你们有一个校友叫什么什么名字，你认识吗？哎呀，他如果这么巧的话，哎呀，他不就是我同班同学吗？我以前是我哥们，住在我的那个什么楼上的，怎么样怎么样 ？OK， 那这么一说的话，那他就觉得跟你就有亲近感了。那有时候一些客户，他表面上看上去 不是那么擅长就是交流，但是他一旦觉得跟你有了亲近感，那么他很多的交流的屏障就会被打破。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说你最好去了解一下你要面对的这个客户的背景。那这个背景的话，你可以多方面打听他以前是哪里毕业的，他老婆是谁，他什么，就越仔细越好。这就是说这种东西呢，其实就牵涉到你怎么用一种关系营销。
当然就是说这个是题外话了，但是的话如果说你能够给他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联系，哪怕不是关系，就不是说你跟他个人有什么关联，但是的话如果让他觉得就是说你跟他之间是很亲近的一种关系的话，那么有时候恐怕很容易就能够打破僵局。谢谢，谢谢陈老师。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那我们把问题留到下一节课继续解答。再次感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潜在的客户就是 potential client, potential customer, 是吗？对，是我们对话的一开始啊，一个人说，陈老师，可能我遇到一个潜在的客户，我现在还，勉强能够把握，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勉强能够把握，So it's like with effort I can handle it. 对，就是有一点 difficult。这个是谦虚的说法吗？对，对话里面他说勉强能把握，就是我可以 handle, OK。但是他说他现在遇到另外一个问题，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瓶颈是 bottleneck?但是我觉得中文里瓶颈的用法和英文 bottleneck 也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英文里面 bottleneck 基本上就是 like the thing slowing you down。对对，但中文里面可能这个 bottleneck 它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困难很难解决的 obstacle， 一个难点。对对，嗯，就比如我们对话里听到的他说的一个瓶颈，其实不是什么 slow process down， 而是说一个 difficulty， 对吧，一个 obstacle。 就是说他确定了一个客户啊，他可以去 follow 这个客户，但是呢这个客户很犹豫，很犹豫。犹豫是 hesitate？ 犹豫，对，就是这个客户没有一下说哦我决定要买，他还在想。然后呢作为销售又很难套出来他到底在犹豫什么。套出来是什么意思？这个前几节课我们也讲过哦，套就是你可能通过一些不是那么直接的方法。用一些 indirect questions 去 probe 他。So it's like figure out? 有一点这个意思。好。好，那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说我们是继续的努力，还是说把这个案子关掉呢？把这个案子关掉，like close this case? 像什么 cold case, solving crime, 这里把这个案子关掉就是就 give up 啊，就不要再努力，不要在他身上花时间。就是你说的放弃是吗？对的。好的，好，那我们看看陈老师怎么说。他说啊，其实呢这个就牵涉到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内容。等一下，牵涉到，这个是什么意思？ touches on 是吧？是不是什么涉及到？对的对的。一样吗？一样的，差不多。OK。他接下来要谈的内容就是如何把需求转化为你的销售订单，把需求转化为销售订单。So how to take needs and turn them into sales orders? 对，把什么东西转化为另外一个东西。Turn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else. 对对。这个很常用吗？蛮常用的。比如还有什么说法？把压力转化为动力。So turn pressure into motivation? 没错。Sounds fun. 好的，那其实陈老师会教大家很多技巧啊，就是怎么做一个好的销售。技巧是 skill, trick? Skill, techniques. Technique,技巧。对，很多技巧啊。那陈老师说，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重申的。重申是什么？就是我要再讲一遍，因为它很重要。Like reiterate? 对。好。就是你要学会倾听。倾听以前学过了，对吧？就是 listen attentively, like really listen. 对的。Listen with your heart. 然后呢？然后去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So open-ended questions. 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判断客户他到底在想什么，对不对？判断是 judge or to determine. 对的。好。Determine. 那比如说一个
客户他还在犹豫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基本上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是 possibility, 对吧？对。两种可能性， so two kinds of possibilities? 没错。好，那么我们这里就不说这个到底是哪两种可能性了啊。反正陈老师后来又讲到了，作为销售，引导是很重要的，要知道怎么去引导客户。引导是 guide, lead。对，但是我觉得这里也是就是要通过一些indirect 的，可能跟他聊天啊或者什么，就是让他买，不是吗？对，去引导他，但是可能你也不是很直接很 pushy 的去让他买，而是你慢慢让他自己，让客户自己去做那个决定，说哦，我需要你的产品。那这样肯定要技巧，对吧？对，哎，说得好，要那个 technique 是吧，技巧。好，那后来呢，我们又看到一个词，其实和引导意思也有一些像啊，就是试探。试探。试探。Is that like test? 对， probe. Like feel them out. 对对对，去试探引导。好的。然后陈老师说，记住你要去试探引导客户的时候呢，要问开放式的问题，不要让他那种什么 yes or no 的问题，这个是最忌讳的。最忌讳的，忌讳是 avoid as taboo。查字典忌讳一定会出现 taboo 这个解释哦。对，为什么？因为其实忌讳经常我们会说文化里面的一些忌讳，对吧？比如中国的文化里，我们很忌讳什么戴 绿色的帽子啊，是不是？但是这里的忌讳呢，它其实不是一个 social cultural taboo， 它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不要做这件事。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 Pod Trivia.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HSK.是最忌讳的， so it's not most taboo, it's definitely to be avoided. Avoided, 没错。就是 yes, no questions. 对，就是千万不要只问 yes or no question, 要问 open-ended, 开放式的问题。好。那接下来陈老师又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形容一些客户，他说 有的客户是不死不活的。Not dead, not living, undead. The walking dead,那不死不活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对就是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呢他又没有直接跟你说 no、这个英文怎么讲嘞？ So they're like kind of disinterested、kind of disengaged lukewarm 这种 response 对吧？ OK、那碰到这种不死不活的人，你可以让他活起来，就是你可以帮他暖身。暖身 warm the body、大家不要想太多，这个暖身不是说你要 physically 去什么弄弄他，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就跟他聊天啊，聊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可能和这个 sales 你要卖他东西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应该就是英文里的那个 warm up a lead 啊。对对，是吗？是的。好好，那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客户表面上看起来呢不是很擅长交流，但是你跟他聊天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就会让他觉得和你很亲近啊。好，等一下，你说表面上啊、this is on the surface 是吗？对，就是你 at a glance 那样一看，表面上。那这个相反的说法是什么？本质上。本质上，essentially。对对。OK， 你说擅长交流是吗？对，对话里我们说的是不擅长交流啊，擅长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做得很好，对吧？就是 be good at。没错。好。然后呢，这个客户，但是他一旦觉得和你有了亲近感，
一旦是 like once something happens, then something else happens. 对，那个 then something happens 就是就怎么怎么样。一旦有了 A 情况，就会有情况，就会有 B 情况。Okay, so it's like once. 嗯，你说的那个亲近，亲近是 close 是吗？对，对话里面呢，陈老师说，客户一旦觉得跟你有了亲近感，就是觉得你是就是比较 friendly 的这种感觉。亲近不是亲密是吧？亲密基本上是说这个 between a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Intimate. 对对。这个就是 close, friendly. 对的。好。一旦觉得跟你有了亲近感，很多交流的屏障就会被打破。交流的屏障，屏障是什么？屏障就是就是障碍啊，障碍是 obstacle 对吧？对，屏障就是这里就是一个 invisible wall， a barrier to communication。对对对， barrier， 这个就会被打破。So the wall's coming down, the communication is going to start flowing。对，就是客户会比较信任你啊。好的。好。那其实你想要去打破屏障啊，这个交流的屏障，可能你会和他聊很多的题外话，和你今天要卖给他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题外话，这个题是话题的题是吗？对，外就是外面的外。那题外话呢，就是可能一些 unrelated， like off topic conversation。 没错，题外话啊。但是呢这些题外话对你也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能够帮你打破僵局。打破僵局，僵局是什么？ deadlock impasse？ 要看这个 context 语境，它可以是这种 deadlock， 比如说什么U.S. Congress deadlock. Stalemate. 对对对，然后什么Korean Peninsula Six Party Talk 有一个僵局。但是呢，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次见面，对吧？大家很尴尬又不认识。打破僵局就是你要去怎么 break the ice。哦，打破僵局就是大家不要那么尴尬。好的。好的，那我们解释也差不多了，再听一遍对话。陈老师呀，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做销售有一段时间呢，然后对于就是确定可能说潜在的客户这样子，我现在还勉强能够把握，但是我现在遇到的最大的瓶颈就是说，一般来说我确定了客户他说有这个购买能力，而且有这个需求，但是他们可能在一些比如说还在很犹豫，但是就是很难套出来他们到底在犹豫什么，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价格呀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是把这个案子给关掉这样子？其实这个问题是牵涉到我们下一节课要谈的内容，就是有关于如何把需求转化为就是你的那个销售订单，也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这个里面又会有很多的技巧。当然我现在可能不方便谈，因为这个谈的话可能又是一节课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可以重申的，就是你要学会倾听，你要学会用一些开放式的问题问清楚，判断客户到底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许我提醒你的可以是说，你在第一步的时候，也就是在确认需求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确认了他的需求。因为在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可能对你提供给他的那个解决方案还不是特别满意，第二种可能性也许是价格上的可能性。那么如果你在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确认需求 qualify leads 这一步如果做得很好的情况下，那么后面这一步就会越来越省力。所以我说 对于销售来讲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判断需求，判断他的购买力。我感觉就是说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在这两点上面有问题。好的，明白了，谢谢。还有什么问题吗？那陈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客户他可能是因为性格或者是什么原因，他的话特别少，就是你去引导他的时候呢反应很少，那您觉得这种情况呢是应该
放弃，就是他可能判断他对这个产品不感兴趣，还是说继续的应该对他进行更多的引导啊？你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了，因为经常是销售会碰到这样的人，就这个人特别特别的不爱说话，我们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然后呢，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销售就要变得比较主动一点了。但是的话，无论怎么样的话呢，我感觉你还是要用各种的问题去试探他。记住，还是要用开放式的问题，不要让他回答 yes or no， 因为这个是最忌讳的。因为有时候销售觉得，哎，这个人不死不活的，然后呢就说，感觉我好像也问不出来什么问题，对不对？那么，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销售要采用一些技巧，就怎么样跟他暖身。我们所谓的暖身的技巧，那你就看，不一定非要去谈销售的问题，你可能看看这个人的背景情况。如果说这个人可能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然后突然说，哎，你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你那个你们有一个校友叫什么什么名字，你认识吗？哎呀，他如果这么巧的话，哎呀，他不就是我同班同学吗？我以前是我哥们住在我的那个什么楼上的，怎么样怎么样 OK， 那这么一说的话，那他就觉得跟你就有亲近感了。那有时候一些客户他表面上看上去不是那么擅长就是交流，但是他一旦觉得跟你有了亲近感，那么他很多的交流的屏障就会被打破。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说你最好去了解一下你要面对的这个客户的背景。那这个背景的话，你可以多方面打听他以前是哪里毕业的，他老婆是谁，他什么，就越仔细越好。这就是说这种东西呢，其实就牵涉到你怎么用一种关系营销。当然就说这个是题外话了，但是的话，如果说你能够给他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联系，哪怕不是关系，就不是说你跟他个人有什么关联，但是的话，如果让他觉得就说你跟他之间是很亲近的一种关系的话，那么有时候恐怕很容易就能够打破僵局。谢谢，谢谢陈老师。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那我们把问题留到下一节课继续解答。再次感谢陈老师，谢谢。哎 ，Jenny，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已经很长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快，很快，很快。营销这个词到底是 marketing 还是 sales？ 啊，这个词我想也是困扰我们很多同学很久的一个词啊，因为它又有 marketing 又有 sales 的意思，对吧？对，市场营销应该是 marketing 吧？对，所以也是要看语境。但这里面说什么用一种关系营销，那这个应该是 sell。对，当营销单独出现的时候比较多，还是 sell 啊、去卖东西的意思，它更 emphasis 更强调这个 sell， 但是都有可能是吗？对的。好吧，好，那中文就是这样，它非常 fluid， 所以语境很重要。对的，大家要看像我们今天 这个 topic 都是在讲怎么 sell， 所以这里营销它就是一个 to sell 的意思。OK， 好，那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儿，下次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071.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2071,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2071.